实证明，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伐，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。开放合作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驱动力，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市场之一，人为的割裂市场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，阻碍效率和创新，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。美方应当遵守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，支持各国企业通过良性竞争，促进科技的发展和进步。